天下不语，笑看历史风云。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夏庆红诗社。在2018年，江苏金台区的建筑施工队挖出了一具光洁如新的红色器官。在发现古墓之后，施工队员很快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当地的考古机构。专家对来到现场对古墓进行了详细的考察，经过详细的对比和查验，专家推断这个古墓是元代时期的留下的，距今已700多年。随后专家们在墓地中发现了第二座墓葬，其中发现了一口涂了一层红漆的棺材。即使是在土里埋葬了700多年，被发现时表面依然光洁如新，甚至让人怀疑这口棺材是古人还是刚被人放进去的恶作剧。这口棺材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注意，由于缺乏工具和相关文献记载，专家们只能将这口棺材运回了博物馆进行研究。2019年1月，多位专家聚集开会讨论如何处理这口棺材。专家们首先对棺材进行了细致的清理和文献对比，而后对这口棺材做了 X 光扫描。扫描的结果让人十分的意外，因为透过 X 光得知内部2/3都是液体，为了防止文物被贸然打开破坏带来损失，专家们先把这口棺材置放在高台上，在底部钻了2个小孔并插入导管，慢慢把内部的液体排出棺材外。在2天之后，棺材里面的水被全部排出，专家们才把棺材内部构造一览无余。这口棺材的主人是一位女性，内部摆放着有梳子、壁纸等23件木质或竹制的陪葬品。让人遗憾的是，在长时间的液体浸泡后，这些陪葬品被侵蚀破坏变形。专家们首先对棺材内的液体做了详细的考察和推理，大致结论是古代棺材各个木板之间都是通过钉子来连接，由于技术和工艺的差别，棺木板之间存在空隙，空气和液体能够轻易地进入到棺材内部。在700年的时间里，随着雨水渗透和地表层水体流动，棺材内部已经积累了不少液体，在棺材中沉淀积累，逐渐堵塞了棺椁的空隙，由此棺椁内部的水分再不能相互运动了。棺椁内部的水分与棺材形成了一体。这次考古发现的这口古棺不仅为专家学者研究金台区的历史也改革和区域历史提供了相当有力的证据，还为研究元代文化风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好了，本期的夏庆红诗社到这就结束了。如果大家喜欢，记得评论、转发、点赞。